我能提供的帮助有限，一定要抓住机会。天哪！害怕？到嘴里吧！可恶！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打成这个样子？你们两个就不能老老实实听我的吗？控制你的力量。天啊，我害怕，我吓死我了。回忆起我教你的。哎呀，神者，变化之极。哇，鸟万物之为主，不可以行劫者也。太虚见起。哇，神韵。反正从来不是失败者。天啊，谢谢你，提安娜。绿者不要、啊、就交给我了。我不会吧，我幻境即将解除，你回去吧。我现在特别怕，这一次大概是永别了。应该还有其他办法。或许吧，但这是我的使命。我操！我操！赤原仙人，我没有说谎。我经历了太多的背叛和欺骗。凡城，我绝对不会欺骗你。丽雪只能陪你。信任我的人绝对被我殃及。我很强的，不用担心殃及到我。无论怎么努力，都挡不住岁月的流逝。最后，我还是孤单一人。不会让你孤单一生的。破坏的话，啰嗦的，那我就再打爆他一次。想从我身边逃走，门都没有。
真奇怪，我刚刚看短片的时候，哇，那个导师一把接着一把呀，然后我满脑子都是想的，妈的，你们前两天怎么叠那个叠衣裳都给你们叠上了，你们叠的太成功了，我的天啊，就全叠上了，然后就是，哎呦天啊，就如果没有前面那些什么铺垫，那些什么年岁啊、二崩啊，还有那个什么，就真的不会至于哭成这个样子的。你们叠的太成功了，你们太会叠了。我为什么会输呢？而且我本来前面看那个20章的时候，我就一直就特别特别特别的难受，到那个21章、22章就还好一点。他真的太懂怎么骗我眼泪了，真的，一上拉满，我真的爆炸！我看那个短片，我看到胡华一开始出来的时候，就是他在 Kiana 背后教那个太虚剑气的时候，我一开始他一出来的声音，我就想完了，我操，他不会就要没了嘛？然后我看到他是叫太虚剑气，我想啊好，那没事了，太好了，没事了，我还没事，没一会儿他就跟我说有别啊，有别你个鬼啊！我真的，我直接大起大落，我的，给我哭崩了，我的天哪！太难受了，他太懂了，他太懂怎么搞我心态了。我们等一下，不行，我不敢。我不敢再看一遍，我真的不敢再看一遍，好痛啊！天啊！等一下，我结束了，我要去看你们的弹幕，我要去找我弹幕版的录播来看，我看你们在干什么，尤其是那个歌，知道吧？那个歌我本来年岁的时候就一直听那个歌在破防，然后那个歌一出来，哎呀，他真的太懂怎么让我破防了。我现在好点了。啊！你们在哈哈大笑，你们手上输入的是哈哈哈哈哈，实际上在屏幕面前默默流泪，我知道，你们都是装的。我跟你们拼了！
我那个 SSC 我等一下一起念吧，我让我缓缓。我真的缓缓，这个太刺激了。